那发力是代表陈氏太极拳阳刚的一面。这要想练好这个刚劲，那就首先要有那种柔劲。因为拳论讲柔久刚自在其中，这个柔和刚都是陈氏太极拳的精华部分。太极拳除了拳打脚踢以外，他还讲肩肘胯靠周身无处不是拳。你要周身不能协调，不能柔和到一定相随的程度，他不可能会达到周身每个部位都可以发力。所以说要想练到这个发力，那就是一个是松，一个是把那些去突破这种去僵求柔，第三个那就必须有充实的嫩气，这样才能练好发力。发力而不是光纯粹的局部发力，这个发力动作全部都是周身一体的劲，这从下边从根到腰一直松到拳上。你好比这个双冲拳，你要光手臂这样发它是空的，所以用周身完整的劲，这种弹抖劲。然后你看后绷劲用肩，往这边这样，这些劲儿，全部都是靠裆和腰的弹抖力来发的。所以他用你看左肩靠，用肩，这样用这样胸腰折叠。陈氏太极拳的风格特点叫刚柔相济，快慢相间，松活弹抖，所以它都体现在这种爆发力上。爆发力能发好，咱这柔劲也得有，那虚劲就为柔，发劲就为刚，所以这个刚柔是分不开的。